甚至在一旁看到外国人都捧腹大笑，这种丢人都要丢到国外的精神真是耻辱。但是在某蛙中维护他的人却还是不少，甚至还有说严方的太极原理要通过量子力学来解释，简直可笑。严方的这种耍猴太极或许只适合出现在马戏团上。我不服你这个傻。哎，让开点，让开点。